就像回到我们从前。老同学，好久不见，你网上留言我都看得见，你空间的照片我天天翻阅。老同学，如旧留在身边。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我们的代表到美国来，为我们举行了这么
隆重丰盛的这个同学会，苏州的我们张成元，我们王小明过来，我们一起要感谢一下我们同学，来吧。好，感谢感谢，远道而来，从中国来的，是时差都没有倒过来哦，感谢感谢。我们虽然说时差没有，他们是共产过来，精神已经倒过来了。你看我们的精神多好啊，是不是啊？非常好，是的，非常好，非常高兴啊！真的时间很快，30多年，就说能，谢谢各位同学。我呢现在呢，正因为秉介呢是证券公司的老总，我带领我现在在他那个公司里上班的。啊，哎，那么你那意思就是你们几个跟干一样的，大吃大喝没有？那么明年嘛哈，明年就要有学生嘛，特别这个道理呢，最近靠我即将的发动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工作用力啊，那就接下去我再说几句啊，就我还没有过来以前，我们温州的这些男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们到美国来。他为什么知道要羡慕呢？他们说我们这个最有气质最漂亮的女同学都到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来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男同学是最幸福的，就美国的男同学是最幸福的。就是我们温州还有个男同学，他说要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福鹏吧。后来他签证来不及了，他说一定要跟着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女同学。啊，是我这个今天过来，我们尤其应该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已经是38年到39年了，是吧？当时对我们这个七都中学的这个同学来说，大家的梦想就是要到国外，是不是啊？都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呢第一目标就是要到美国来。今天呢我们大家都实现了，而且你看我们大在美国的，无论是男同学都是女同学对男同学好，男同学这个精神好，而且这个男同学对女同学关心，我们这个女同学这么亮，这个呢也说是我们这温州同学过来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难得。这个最后呢，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是正搞市场经济，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习主席呢也要向我们这个美国来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济要转型，是吧？要调节做，要搞新经济。这样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美国同学呢多多到温州来，多多交流，我们也要支持我们的家乡的发展。好，谢谢各位。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晚会致辞，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恰逢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诚挚的祝愿同学们中秋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圆圆满满。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祖国故乡的具宾籍同学和夫人张崇禄同学和夫人，还有来自香港的王小明同学，掌声有请。同学们，时光匆匆，自从我们离开校门已经37年了。37年的今天，我们又相聚在西湖他乡的柳叶市，无不让人倍感喜庆。这就是同学，在此非常感谢林长江同学，还有很多同学等等，任劳任怨，热心组织，使我们在柳叶成立了七八
迎徐并济、张崇勇同学夫人们，旅途愉快，同学们举杯。好，举杯，举杯。给你问你老姑娘别扭我家我家快过去休息一下去年日秋空谁那末日搞着那个多有没有记性啊老姑娘在去年日就问你去年举本金接种用用血本动物老姑娘让鱼搁那个多我留问你给中秋里面靠我让给菜谷的动物给你找了一个牲口吧你的家就多少百重要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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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你多下辈，我你去哪个人去去上上啊？是我哪个人给去上？咋个的？你到那里就有人，本地有人会干酒呢？那个广西那个，俺就是干酒。我以前呢，在这里两个礼拜时间啊，旅游愉快，每个人都开心，好，好，心干了，干了，干了。我让你多少票？哎，全干了！刘东，你看到没有啊？哎，我们的班长有些过了，他们不干了，自干自。怎么呢？要把我们的农村户口转为居民户口，这个就是可能是我们第二目标。说真的，我同我们的张崇勇同学就实行了第二目标，就是说从农村转为居民。我们这那时候计划就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当时呢，我们这个是浙江银行，没有没有，还要吃，还吃你啊？像你。像你哥可能是第三家的姐姐，我我同他哥是校友啊。浙江银行学校啊，这样的话呢，我在银行里面呢干了十年，后来呢就说1993年到证券公司呢一直干到现在，现在呢我同这个张崇勇是同事，我们啊，现在呢我们这个单位呢在那个车站大道，就那个时代广场。说真的，我这个非常的期待我们这个初中的夏天的同学会在我们温州召开。虽然说啊，这提议非常好啊，大家都我们看到有个最大的支持嘛，高可以啊，大家这都是啊，你说呢？所以我们现在的我刚才说了，温州的男同学很羡慕我们美国的男同学，这是我们美国的男同学要发扬绅士的风度，把我们优秀的女同学都带到温州来，对，啊，对，行不行？行，行吧，好，那你们要按计划，不要最马上很绅士啊，要用实际行动来把我们这个在温州来讲到，大家到温州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机场接送的什么订旅馆啊，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安排，都可以安排。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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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整个就工作过三个单位，就是粮食局、我们的中国银行，最后
因为正因为去边界当正常公司的老总，把我带过去了。最赚钱，对呀、啊。谢谢谢谢谢谢。也祝愿各位同学啊，男同学更帅，女同学越来越漂亮。你们俩赶快去进的。喊你一摇的人。进的有点骨感吧。生命为你跳动，日日呼吸，昨日的幸福，渐渐的被你忘记。寂寞交流，思念呼吸，我的快乐就是想你。你是我的贝贝，不让你离去。你是我的最爱，不让你代替。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昨日的辛苦。你寂寞角落，思念你哭泣，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 baby， 不让你离去。你是我的最爱。没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Thank you.
什么眼泪淋漓？
纪人五零五人五的。我亲爱的我爱我
北风起。
Woo!
家，还有一个幸运女神，还有爆料，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自，感谢银行家给我们的机会，很难得，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我们老糊涂还没有一张照片留下，而且来我们的照片没有留下，把最帅的米特留下，那是永恒的机会，来，哎，冷冻了，留在那里吧。青春的时光就像同学的阵阵笑唱，耳边回响鼓励我重视语言的力量。
方法。